小朋友，你几岁了？11岁。你这背的什么？牛粪。嗯。你能背得动吗？这么重，我都背不动耶。这个锄头比你体重还要重，拿得动吗？妹妹累不累呀？妹妹，你在捡的是什么？这个都把它往家里捡吗？就平时就吃土豆是吧？妹妹，你们读书了吗？读书了。这个是弟弟是吧？弟弟几岁了？9岁了。弟弟也读书了。读二年级。那你读几年级呀？4年级。妹妹，你天天搬这个东西这么大一筐，不累吗？习惯了。这个一筐姐姐都搬不动，比你的体重还要重呢。你们每天都会帮爸爸妈妈干活吗？妹妹，那你们有没有想吃的东西？有没有想要的东西？有。我想给弟弟一个书包，因为弟弟的书包烂了。那你自己呢？有没有想要的东西？没有。咱妹妹给你这个吃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想留给弟弟吃。没事，你吃嘛吃嘛，等一下姐姐车里还有，等一下姐姐会拿给弟弟的啊。你吃嘛，没关系的。好不好吃？为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为什么想当老师？因为当老师可以教更多的孩子知识，让他们去外面看一下外面的世界。想让孩子们走出大山，是不是？啊，妹妹你好棒哦，你很棒。看那手，好心酸呀。好冰啊，不冷吗？不冷啊，这小脚都冰冰的耶，下面都是泥土。因为我刚好捡好看你的这裤子都破洞了，你看。你吃吗？等一下我会拿给弟弟的，妹妹。你怎么这么懂事啊？这是你弟弟啊。真的。走，我姐姐去给你们拿衣服，走。往前面去，慢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。这喜不喜欢？很喜欢。上面小公主，很漂亮啊。我说这个也给你拿回家穿啊。不用谢，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好好读书，有没有听到？听到了。那下次阿姨还会来看你吗？